陳美儀。主席，長毛個人咧就太過善良啊，即係唔好俾啲嘅字眼呢個蒙騙就得㗎。佢話自己係新聞處，其實香港新聞處咧就係香港政府嘅宣傳機器啊，即係係一個嘅官方，即係嘅淨係讚揚政府嘅即係好處，或者係幫政府呢、這個喺國際上喺呢個其他各方面咧，淨係政府講政府個好嘢，唔會講政府嘅衰嘢個一個嘅機器嚟嘅。咁所以即係你用新聞自由去評論呢個嘅新聞處咧，即係我諗主席即係聽兩句已經知道你捉錯用神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就即係我絕對支持你刪減新聞處，但係喺理由方面咧，同你係完全即係唔同嘅。但係我稍後至再講我即係人民力量對新聞處方面嘅觀感係嘛？聽都聽到啦，新聞統籌專員係邊個啫？特首辦。我聽到有乜用啦？陳係咪？其他人聽到先有用。173要人翻嚟。Propaganda